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用力跳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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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新的早晨全新的恩典。全新的恩典，巴浪巴浪巴浪，巴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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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感恩，添一点赞美。Good morning， 今天我们来了 ，Are you ready now？ Yeah！ 大声唱啦啦啦！最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是每一天。亲爱的你，我们一起打开今天。Good morning， 耶稣。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Good morning， 耶稣。耶稣 ，Good morning。最快乐的我，最亲爱的你。全新的恩典，巴浪巴浪巴浪，巴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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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感恩，添一点赞美。Good morning， 今天我们来了 ，Are you ready now？ Yeah！ 大声唱啦啦！大家好，我是默默老师，好久不见，真的好想你们哦。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咯，让我们一起在敬拜之前先做一个祷告。
老师念一句，你们也跟着我一起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平安。主耶稣，我的灯需要你的油，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来敬拜你了。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弟弟，你要加什么油？油加。好，把你的油箱盖打开，预备好要被上帝加满油了吗？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我们一起唱一次，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耶和华
建立。我们知道，在疫情的当中，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主要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出，我们入，你时刻保护着我们。祝福在今天的里面，愿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孩子们，上次我们一起学习了圣灵的果子和平，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你在家中有没有跟家人和平相处呢？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一起互相勉励鼓励，一起加油哦。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做更多的学习。圣经说，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今天我们要学什么果子呢？是的，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忍耐。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讲一本故事书给你听，但是今天不是我说，我请到小树姐姐来为我们念一本绘本，也请你仔细的听一听，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跟忍耐相关的情节或是故事内容呢？让我们一起仔细来听听看。柠檬的滋味。崔西和马林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学校形影不离，放学后还常常去对方的家玩。他们都是温老师五年级班上的学生，他们非常喜欢温老师，班上的同学也很爱他。温老师让这个班级看起来像个大家庭，他在书桌摆了盏台灯，把每个同学的画表框挂在墙上，还在书桌旁铺了地毯，这样他就能坐在老旧的大摇椅上念书给全班同学听。教室里还养了一只名叫皮皮的天竺鼠，只要有人走过他身边，他就会尖叫。大家最喜欢温老师的原因是他让班上同学相信每个人有实现梦想的能力，只要有梦想就能实现。马林想当钢琴家，他每星期都去上课，家里的客厅也有一台大钢琴，崔西很喜欢听他练琴。崔西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只要帮助别人，心里就会觉得很温暖。温老师总是把一篮新鲜柠檬放在书桌上，每天放学钟声响起前，他就会指着柠檬说：你们都知道柠檬有多么酸吧？大家纷纷做出很酸的表情。如果生命今天给你一两颗柠檬，只要加点水和糖，这可以变成什么？他一问完，全班同学就异口同声地说：柠檬水！有天下午放学后，崔西和马林留在学校，帮温老师贴生涯规划日的海报。温老师在海报上钉了一张医生的相片。我曾经一度想当医生，我甚至还修完了医学预科的课程。可是我发现，当老师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因为医生可以帮助你们的身体长得健康又强壮，老师可以帮助你们的头脑变得聪明又有创意。温老师若有所思地说。那天，崔西和马林回家途中，听见背后传来嘻嘻哈哈的声音：“胖妞，胖妞，大胖妞！”有个女孩在嘲笑马林，扭来扭去挤破门。其他女孩也一起嬉闹：“别理他们！”崔西边说边拉着马林快步向前走。那些女孩先是窃窃私语，偷偷的笑，然后又越说越大声，哈哈大笑。最后，那些讨厌的女孩终于转向另一条街。我一定要瘦下来，马林哭着说。崔西伸手搂着马林的肩膀。回家路上，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几个星期过去了，学校的生活依旧，但是崔西发现马林变瘦了。
她看起来好漂亮，就连那些讨厌的女孩也不再嘲笑她了。有个星期三，他们正在马林家的花园种花，马林突然头晕，跌坐在草地上。我没有办法呼吸，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好累好累，站不起来了。马林，你该不会在节食吧？饿肚子和吃减肥餐对小孩的身体很不好。没有，马林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做，就莫名其妙的瘦了。崔西一脸担心，体重就这样掉下来，可是我觉得好累，最近总是觉得好累。马林虚弱地说，我去找你妈妈。崔西知道大事不妙了。那天以后，马林就没有上学。崔西知道原因，马林的妈妈有天晚上来他们家，哭着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妈妈。隔天，温老师向全班同学宣布这个可怕的消息。关于马林的事，温老师的表情很严肃，同学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他的家人要我转告大家，马林得了癌症，是白血病。教室里的每个人都惊讶地屏住呼吸，有些同学哭了，崔西只是看着地板，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温老师马上接着说，不过还是很有希望，马林将要接受一连串的化学治疗，这些治疗会杀死他体内的癌细胞，但是对抗癌细胞的时候，他也会觉得非常难受。全班同学只是坐着发呆。他还会回学校上课吗？丹妮大声问。会啊，几个星期后就回来。只是我得提醒你们，他看起来会变得很不一样。那些治疗会使他的头发掉光。他也许戴着一个假发或头巾，可是他没有头发。温老师轻声说，他也可能常常觉得疲倦和虚弱。温老师的脸上失去了光彩，很快地坐下来。可是温老师，得癌症的人不是会死吗？有个同学突然开口问。温老师呆呆望着窗外一会儿，才又回过神来。有些病人的确没办法活下来，不过马林一定可以，只是他需要我们帮助他一起渡过难关。崔西看着嫩蓝柠檬，心里想，这次不管加多少糖，也不可能变成柠檬水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崔西和温老师几乎成了马林家的一份子。有一天，崔西走进马林的房间，马林刚做完化疗，正在梳头，他两眼睁睁地看着梳子，上面全是他美丽的头发。我的头发快掉光了！马林边哭边拔掉梳子上的头发，想粘回自己头上。我昨天晚上还向星星许愿，希望自己不会掉头发。马林哽咽地说。从那天开始，马林的病情时好时坏，他的心情也是。有一天，温老师来探望马林，崔西已经在他家了。那天马林的情况不太好，他刚从医院回家，手臂上都是打针造成的淤伤，身体很虚弱，连从床上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不管崔西和温老师做什么，都无法让他高兴起来。马林，你看，温老师带了一张钢琴协奏曲的 CD， 是莫扎特的耶，你最喜欢的作曲家。音乐？我才不在乎，手这么痛，根本不能再弹琴。我讨厌医生，讨厌医院，也讨厌打针。马林，笑一个嘛，对我笑一笑，崔西请求。马林哭得更伤心了，笑？我怎么笑得出来？我觉得好难受，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难受，没有人知道。
说完，他便把头埋进枕头。温老师紧紧抱着马铃，亲爱的，我知道，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温老师温柔地说，他向后靠坐，双手托着马铃的脸。马铃，你一定要好起来，这样才能参加我的婚礼。温老师笑着说，你的婚礼？马铃和崔西异口同声地大叫，你什么时候订婚的？你的未婚夫是谁？这是马铃几星期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他叫华伦，嘿，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哦。我希望婚礼那天你们都在场，穿着黄色的礼服，像阳光一样明亮的柠檬黄礼服。我们一起把又酸又苦的柠檬变成好喝的柠檬水，好不好？温老师轻声地说。不过，如果我还是个大光头，怎么办？马铃问。那又怎样？光头有什么关系？你仍然会是会场中最漂亮的女孩之一。温老师向他保证。星期一早上，温老师、崔西和全班同学为了迎接马铃回学校，打算给她一个超大的惊喜。他们计划了好久，上课钟一响，马铃就被带进教室，一切都准备好了。马铃沿着走廊前进，一路紧抓着妈妈的手，头上戴着她最喜欢的头巾。崔西打开门迎接她，全班同学都站起来，他们的头上都戴着滑稽的帽子。马铃一进教室，大家欢呼又鼓掌。温老师的书桌上还摆了个大蛋糕。崔西牵起马铃的手，马铃，欢迎你回来，他大声地说。接着他摘下自己的滑稽帽子，同学也纷纷把帽子摘下来。每个人都是大光头，他们把自己的头发剃光了。马铃的妈妈惊讶地喘不过气来，伸手捂着嘴。马铃在走道间走来走去，仔细看着同学的脸。马铃走过最后一张桌子时，他低下头，慢慢摘下自己的头巾，拿在手上。他觉得有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摸着他光溜溜的脑袋，是温老师。然后大家惊讶的大叫，你们看，温老师慢慢摘下自己漂亮的头巾，他也没有头发。接着在一阵欢呼中，音乐响起，大家传送着冰淇淋和蛋糕，欢迎会开始了。但是温老师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他看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乐。因为接受治疗，马铃医生说马铃的癌细胞消失了。马铃终于做完最后一次化疗，头发也开始长出来了。刚开始是毛茸茸的橘红色，没多久就变成和以前一样，虽然还是又短又卷。他和崔西每星期都会跟温老师在一树下聚会，他们变得非常亲密，把这个聚会称为柠檬水三人组。有时候温老师念诗，马铃会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总是说因为这些诗句实在太美了。他们无话不谈，当然他们更喜欢听温老师的结婚计划。没多久，教室便恢复往日的情景，每个人的头发也渐渐长回来了。可是有一天，伯尼突然大叫，嘿，温老师，你为什么还在戴着头巾啊？难道你的头发还没长出来吗？虽然温老师知道伯尼在开玩笑，他却没有笑，他只是拉拉头巾，望着窗外。一定有问题。崔西传了张纸条给温老师，上面写着，今天放学后，柠檬水三人组在榆树下召开紧急会议。那天下午，崔西和马铃坐在榆树下。马铃说，温老师，
你也有，对不对？所以你才会说你完全了解我的感受。温老师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终于开口时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得了乳癌，他的声音小到快要听不见了。你会努力对抗癌症，对不对？马林请求。是啊，我快做完化疗了，温老师无精打采地说。癌细胞消灭了吗？崔西问。没有，我还得动手术，温老师回答。动手术？我没有动手术啊，马林说。你的癌症跟我的很不一样。那你的胸部是不是就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平了，对不对？崔西说。加油，温老师，他举起自己的大拇指。模特儿的胸部也很平啊，他们可是全世界公认的美女呢，马林笑着说。可惜还是比不上新娘，崔西说。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温老师陷入沉思。要是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温老师叹了口气，仰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的云。你们让我好感动，也教了我好多事。因为你们，我再次考虑去当医生。我申请了史丹福医学院。马林，我想帮助像你一样的小孩。可是自从我开始接受化疗，我以为自己已经失去勇气了。温老师的声音有些颤抖。嘿，马林大叫，你不会让癌症阻止你追求梦想吧？你总是要我们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崔西说，只要有梦想就能实现。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你一定是很棒的医生，崔西轻声说。而且华伦先生这么爱你，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马林说。温老师从篮子里拿出柠檬水。那么我们一起来敬柠檬水三人组，他兴奋地说。敬柠檬水三人组，崔西和马林也一起响应。那是个特别晴朗的日子，人们聚集在教堂里。即使当温老师的学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全班同学还是坐在一起。音乐声轻柔响起，那是温老师最爱的一首诗歌。教堂里的花美极了，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温老师的身影。突然，会众站起来，喜悦的号角声响起，身穿柠檬黄礼服的崔西和马林出现了。他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慢慢走过红毯，加入正在台前等待的新郎。接着，每个人的目光都转向温老师。崔西和马林说的没错，她真是个漂亮的新娘。温老师像云彩般缓缓飘过红毯，绽放璀璨光芒。他现在已经是温医师了，而且要在这个荣耀的日子成为季华伦博士的太太。他们全都聚集在教堂里，庆祝这件美好的事。啊，多么美甜美的柠檬水！在故事里面，温老师说，如果今天生命给你一两颗柠檬，只要加水跟糖，就会变得甜甜的。你觉得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而造成的失败带给我们的挫折，或者是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像是温老师的癌症这种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困难跟挫折。我想这就是生命中的柠檬。那你有没有收过生命中的柠檬呢？你是怎么样把它从柠檬变成柠檬水的呢？我之前就是一直有一所很想申请的国外的学校，然后在经过重重的甄选之后，我还是被刷掉了。当下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是我就是很难接受的失败，很难承担的挫折。但是感谢主，慢慢的这些挫折跟难过
变成了我更努力学习英文的动力。因为只要我努力学英文，或许明年我就可以成功的申请上这所学校了。而这些因为没有申请上学校的这些柠檬，这些负面情绪，这些失败跟困难，最后也变成了甜甜的柠檬水。刚刚我们听了小树姐姐讲《柠檬的滋味》这本书，我想你都看到柠檬是什么吧。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柠檬变成柠檬水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灵的果子，靠的就是忍耐。可是要怎么忍耐呢？在圣经里面的有一些英文的版本里面，忍耐有些叫做 patience， 就是耐心，有些讲的是 long suffering， 讲的是长期受苦。而这两个其实就是代表了忍耐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当一个人他长期受苦，他必须要忍耐着来度过这段过程的时候，靠着是什么的力量呢？没错，就是靠着从圣灵而来的力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操练要学习忍耐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从圣灵来学习忍耐呢？没错，就是要专心仰望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你可以一起听一起唱，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来想一想，如果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一直想圣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做的事情，他多么爱我们，你就可以体会忍耐哦。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见人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是的，没有错，我们前面的路程有很多的未知，甚至有很多的困难挑战在等着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度过呢？还记得在柠檬的滋味里面吗？当有人生病了，但是我们一起忍耐，彼此的激励安慰，我们就可以度过。但是重点是，就像圣经的经文说，愿主引导我们的心爱上帝，学习基督的忍耐，而这个忍耐的力量是从神这边来的。当我们体会到耶稣有多么的爱我们的时候，遇到困难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以基督的缘故忍受忍耐。而同样，当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能力，可以继续走前面的路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神。生活中，我愿意更多的亲近神，认识上帝的爱，让圣灵帮助我有力量学习忍耐。在疫情居家的日子，也求主能够帮助我学习忍耐生活中的不方便，也能够爱家人，一起长出忍耐的果子。当我看到身边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也愿意成为那个安慰鼓励别人的人，成为神爱的出口。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成为神的祝福。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忍耐的果子。令颖老师也是这样子哦。对了，别忘记今天结束的时候，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一二三木头人，一起学习一二三的当中忍耐不要动的感觉，也来体会一下什么是忍耐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